有网民日前在讨论区发文，说从事茶叶生意的朋友每次去到酒楼饮茶，都会将第一壶茶倒晒佢。酒楼提供的倒水碗不够大的时候，就宁愿自己行出去倒。楼主就疑问，到底啲茶叶是不是真的咁污糟？贴文就引起热议，好多人就指酒楼的茶叶真的很污糟，很多尘，见过放在地上半个人咁高，甚至会残留农药，所以第一壶水一定要倒咗佢。就算几靓嘅茶叶，佢哋都会冲啦，何况啲平嘢？有网民就认为，其实老一辈就教落，第一壶茶唔饮落肚，可以攞嚟洗杯同埋洗筷子。一嚟如果佢哋洗得唔干净，啲茶可以去油；二嚟可以顺便唔要第一泡。有网民就表示，见过酒楼侍应自己饮茶都会将第一泡倒咗佢，不过都有留言话，从来唔会刻意洗茶叶。就话出街食饭一定污糟，啲食材跌落地，咪又系执翻起，唔会掉，或者冲一冲，